冷生平成冷身，少醉顿年二十余，未能通一经，忽有胡来，与之燕处，每闻其中夜语，及兄弟解之，亦不肯谢。如是多日，忽得狂疫病，每给题为文，则闭门呼作，少时哗然大笑，窥之，则手不停草，而一亦成矣。托宝又闻思景渺，是年入判，明年时系，每逢场作笑，像彻汤壁，由此笑声震名大噪。性学始退休，不闻。后者扭学时规矩严肃，终日委坐堂上，忽闻笑声，怒直之，将以家责，直是官代白其颠。学时怒少席，视之而出其名，从此阳狂嗜酒，著有《编草》四卷，超拔可诵。一史是曰：闭门一笑，与佛家顿悟师何殊经哉？大笑成文，亦一快事，何至以此尺格？如此主思，宁非悠悠？学时孙集下，往访友人，至其窗外，不闻人语，但闻笑声彻然，请客数座，一起与人席耳。入室，则居之独也，怪之，使大笑曰：是无事，莫问笑谈耳。一公生，家畜一驴，性简烈，每途中风徒不克，拱手谢曰：是盲，不遑下棋，勿醉。言未已，驴已决然伏道上，屡试不爽，公大才恨，因与妻谋，实为作客，即乃跨驴舟于庭，向妻拱手，作欲客语，驴果服，应以力追独自之。是由有人相访，方欲款官，闻公言于内曰：不遑下棋，勿醉，少请。又言之，心大怪异，叩非问其故，以实告，相约捧腹。